当人们都在谈论数字时代的魅力，数字科技却已再度进化。第二代全时数字轿车，全新荣威550焕然新生。搭载全新一代数字行车系统 D52，基于全数字革新开发系统而诞生，依托全球最新的数字化虚拟技术，打破传统汽车开发局限，从研发起步阶段便已重新定义汽车产业。是什么让第五的第二代如此超越时代？ TST 六速油冷双离合变速系统，历时五年，历经3亿次模拟优化，全面超越传统单离合技术，换挡更顺畅，多工况下各部件的完美协作，成就前所未有的高效与可靠。 Star Stop 数字智能启停节能系统，真正的跨级配置，代表了欧洲 B 级车的先进节能技术，将经济环保带入全新时代。Internet 3G 数字智能网络行车系统，不仅打破豪华品牌高配车型才有的配置格局，更独创 Evoca 语音云驾驶新体验，将行车带入全新网络时代。 EPB 数字智能电子驻车系统，突破传统驻车技术局限，率先在国内同级轿车中配备，带来安全性与便利性的全面提升，让城市行车更得心应手。 Configurable 色彩自定义数字仪表系统，创新应用色彩分区自定义设计，可以根据车主的视觉习惯搭配出不同的个性方案，引领全新的个性化设计潮流。我们期待第二代全时数字轿车全新荣威550将如何再次影响这个时代。